礼拜天几号啊？4月30。By the way， 今天是 National Boba Day。如果你要去买珍珠奶茶的话，今天是 Study Day Number Two。昨天都是在家读书，今天决定要去我们学校的图书馆。我们学校其实很多个图书馆，有两个主要大的。然后我上次 Midterm Vlog 的时候有去其中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。所以今天就想说用这个机会去一下吧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学校周末也太冷清了吧，尤其又是 Finals Week， 真的整条路一个人都没有。分享一下我这次的 final exam， 我这次考三个，一共我上四堂课，有三个要考试，有一个就是一个 assignment 要交的。这三个考试中，一个是我的 business 课的那堂课，它的考试是80个选择题，90分钟，然后是 open book open notes， 就是把课本一些重点写到 Google Docs 里面，这样到时候比较好 comment F， 这样也就是顺便会读过课本一遍，就是我的复习。IB 让我害怕选择题，因为 IB 都没有选择题。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做选择题题目，然后来大学后我发现我只要有选择题的考试我考的都没有到很好。另外一堂课就是比较紧张的部分，我现在在一个 B 跟一个 A 中间徘徊，就是我的 linguistics 课。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改，但那个我写的还可以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assignment 要交，我还没有开始，是下礼拜要交。然后还有这个考试，所以这个考试我一定要考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。那第三个就是 econ，我现在读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低潮，就是 econ 已经对我来讲没有这么夸张了。If you know me, you know how much I despise econ。我高中的时候超级讨厌 econ， 如果你看过之前的 vlog 就知道我有多讨厌 econ。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二，现在还是不是？今天不是礼拜二。好的，今天是礼拜天，现在。9:31，我今天下午都在图书馆，然后我刚刚离开图书馆后去吃了个饭，我跟朋友去就是 village 上的一个 Chinese restaurant， 还蛮好吃的。现在9:30，我应该会再读一下 linguistics， 读完一下 linguistics， 我就要来写 econ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最后一天 of study day， 今天礼拜二。5月2号，已经5月了，然后我现在在吃我的早餐 cereal。给你们一个 tip， 就是因为我们的 meal plan， 你每天可以拿一个外带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晚上去拿外带的 cereal。你可以拿一盒跟一杯这样，你可以拿一个杯子的跟一个盒子的，所以我就拿 cereal 跟牛奶，然后隔天早上就可以当早餐。所以我现在吃完这个，我就要开始读书了。明天有一个考试，就是 business 的那个。所以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明天考试的那个笔记啊，把它弄那个 notes 要把它弄完，因为它是 open book open note。所以我要把明天要用的那个 notes 弄完，顺便读完全部的课本，然后再做 linguistics 的 notes。对，然后 econ， 那就是今天的 plan。加油！今天是第一天 ，final 是第一天，我只有两天。今天是礼拜三，5月3号，现在10:00。
33分。第一个 final， 这学期的第一个 final， 也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。我现在要做，我现在要吃 cereal。今天的 final 是4:30才开始，平常上课是4点开始，但 final 就是 final schedule 差不多，但是在同一个教室。还有牛奶。我先吃，晚点出去吃午餐，然后再去考试。一颗了，再考两张，再考两颗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哦，明天要考 linguistics 跟 econ， 两个比较难的，因为没有 open book。祝我好运。5月4号，12:12，礼拜四。今天就是要考 finals 的一天，两个 finals， 现在要准备出门吃饭考试。今天第一个考试是2点到4点，然后第二个是4:30到6:30，然后 after that 我要去看 Hairspray 在 Hollywood， 所以今天的行程很慢，还好今天有比较 sleepy 一点，我今天允许自己睡到11点。还是10:30，有点忘，反正这就是今天的 plan。Time for econ。各位同学，我考完了。好快乐！哎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难哎，还蛮其实蛮简单的。我好像考一个小时就考完了。希望简单不是我的错觉，不是因为我都错，希望是真的简单，然后我都对，拜托呀！现在只剩两个 assignment， 交完了两个就结束，我就 on summer break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你为什么要背书包啊？因为我手机没电了，然后呢，我行充也没电了。那你带电脑来充电吧。How do you know? She knows me too well. 我们现在要去 Hollywood， 我们要去 Dolby Theater 看 Hairspray， yeah。 好，反正我们要去 Hollywood， 我们带 Uber。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不是很确定我们在哪。我们还在观光客。我们就是观光客。We are on the streets of LA。在 Hollywood 就是可以开放式的 vlog， 因为大家都是 wannabe 明星。花谁？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但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。对，你要问一下。现在6:45，其实可以去 In and Out， 要不要？去还行吗？计划改变，我们要去哪家？ Yeah. 叫做哇哇哦，要有个 L 啊，哦绿灯了，哇哦 Burger， 好痛，好吃吗？你点什么？这个 signature burger， I have no idea， 这个哇好吃吗？你要吃一口，吃一口给镜头看。哇，
你要吃起来津津有味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们在挖 burger， 如果你想要来尝试，如果刚刚那个片段有说服你来尝试，我点的是一个 bacon burger， no avocado， no jalapeno， 加 pickle， 这样。哇，机会弄这个。对啊，他真的在这边吗？我们到了，看得到吗？到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mall 看得到 Hollywood sign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欸，很清楚欸，真的，对，他唱歌的声音。这是那个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这个 mall 有名字吗？还蛮大的，虽然我们没有逛，但如果你想来，我不推荐。没有啦，我们现在要去 theater 看能不能找到。超不负责任。对啊，我把这个地点放在这，因为我也真的不知道在哪。我们现在到了，到哪不是很确定，但我们到了，很有意境的。好，我们要过 security， 待会见。我们拿到我们的本子了，我们的 program。然后我们刚拍完了照，在那边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，还有一个背板给大家拍照。然后呢，先把我们的照片放这，不是好看，你们自行解读。我还以为那个人很专业，他拍照蛮有价值。现在时间10:54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我们现在在 Uber 里面，我们正要回去了。我们看完了。你要 rate out of 10？ I think it was an 8. It's pretty nice. 我觉得是好，我给他一个 9 好了。我觉得他们清的有点多。要保留进步空间，才不会太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笑。好，我觉得8.5。好，8.5。Yeah. OK. 好，这就是 a lot going on in Michelle's life. End of the final. YOLO. 好的，拜拜。